考试的话不就无敌了？都记得，都会。直接去家里。太明显了。对啊，可以吗？扯得爱战神。为什么感觉有预料到？哦，他要回去了。太惨了，
那他不能一次穿越太久，要不然他现实的这个身体有危险啊。怎么用车杀了他了？但是他其实也才认识 Mikey 2天，就这么信任他。未来改变了。精神小伙。我想到了僵尸百分百。好帅呀、剃了头。不过我还是喜欢以前的发型一点。这么消瘦啊！吓我一跳！
这么快他就明白了。他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是他命令他去杀掉武高等，而且在地铁上推人也太明显了，这么明目张胆。对了，Dragon 死了。Oh no，不会要跳吧？不是吧？他肯定能改变过去，然后再改变未来。应该没有真的死，我还挺喜欢他的。得赶紧回去。我觉得肯定应该最后都会救回来吧，应该不至于就都死了，应该这就是会更加激励男主去改变过去，从而改变未来。根据阿敦所说的，就是这新的头头把他们都变成了他的走狗，那他会也有改变过去或者未来的能力吗？但是阿敦他好像对于时间穿越之类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，
他可能并不知晓其中的内幕，而且如果武道没有改变过去的话，阿敦当时真的拿小刀捅了那个打他的人，这真的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这么仗义的他，居然到头来会想去杀掉男主，就可见这个新的这个首领，这首领肯定有很吓人的能力吧，把他们都能彻底改变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